来，跟着妈妈一起叫。现在是在用那个 O 型腿吗？啊，对。这样也可以弄，不是把萝卜变小一点吗？没有，因为 O 型腿跟这个一体的。对不起，因为比较尖锐吗？不好意思，可以。你儿子已经帮你叫了，你可以省起来。对，你现在要点形象。没有拍到你没关系。好。你可以发出一点声音。那这个什么时候会好？我们快一点好不好？这个严重吗？真的严重吗？真的严重吗？我真的严重吗？算还不错，还不错严重。对。还不错严重。别闹了！我就给你，我不是就一直跟你讲，你不要再浪费时间按了。我是不是就跟你讲过了？一次完成啊！我每次看你这样子浪费时间在那边，我都真的觉得好心疼呢。不会好不好？我自己很享受。我就看到你唯一的功用就是在催眠自己，让你自己觉得哦，很开心这样哇，这样也可以啦。在我眼里看起来就是唯一的功用，对不对？就是安慰自己啊。反正我没做，心里就坏坏的。对。还有啥先啊？你儿子都比你大声，可以叫大声一点。我可以忍的。我不是很想吹下去的。不要了，不要，真的很痛，真的很痛。录一小段就好了。